你说你的关键在哪里？啊？伊思曼姐姐的关键在哪里？你说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基本上就是你能够分解到两个相乘等于，关键在这里不一样的，但是这里可以不一样。只要这边等于，这个是关键，这个地方是关键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是零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是零。接下来我们可以说它等于零，或者是它等于零来算。真的，好，谢谢你们。这个是关键。你们这两天也在复习，而且你们公数表都已经会了。那记住你要会分辨，因为到时候全部都听不下来的时候，你要会分辨你想要用什么方法上。这节课我要讲另外一种。要求，所以配平方，你能够讲平方，就代表这两个必须要怎样？一样要，一定要相同。至于这一个东西是什么，它没有要求，它没有要求是，只要这个地方是一个数字就好，只要这个地方是一个数字就好，就是你的未知数不要再出现在这里，未知数只能在另外那边。但是他要求这两个一定要一样，一定要一样。所以像刚刚那一个，如果我们的题目是 x 加五，最后如果我可以分解到这里，我接下来的写法就很简单，就写 x 加五等于，还有一个叫做 x 减二等于。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，yes 的答案。这叫伊思分解法。那配平方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最后会写出两个一样的东西。比如说，这两个一样的东西都是写 x 加三，这里写 x 加三，这里也写 x 加三，然后出来这边有一个数字，好，比如说是16。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解题。为什么可以解题呢？你要好好分辨一下他们两个的差别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讲这个方法，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方法忘记。好，两个相乘等于16，这两个又要一模一样，只有什么开？这两个相乘要等于16，那这两个又要一样，所以只能怎样？要不然不是4×4。不然就要怎样？只有这两种可能，也没有别种可能，所以我们会让你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的 x 加三只可能是4，或者 x 加三只可能是54。有看到他们两个的差别吗？你要认真看，因为很会算，不代表能够断考的时候考出好成绩。因为你看到题目的时候不懂得判断的话，你会常常用这个在算那个，用那个在算这个。好好的看清楚这两个差别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算出答案。这个我们可以算出答案。
我们今天要锁定这个东西来讲，其实这个我们讲过不止一次，只是我再好好的再把它讲一次，好好的再把它讲一次，好了吗？太清楚了。如果你想要用医师跟解法解题，关键在这里面要讲，这两个可以一样，可以不一样，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是使用配平方法，这两个一定要变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东西变一样。来，同学，请算第三题。X 平方等于七，答案是什么？一题的。其实多数人啊，不，就是你们大概会有，但是还不够扎实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其实你把它还原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两个一样的东西。像我们现在，甚至你如果拿100块的话，你可以在小琉球用，然后你也可以在台湾本岛用。它事实上就是两个一样的东西乘起来的积，这个是叫做 X 这样的。那 X 指的是什么？根号器。因为只有根号器乘根号器才会变七。而且这两个又要相等，好，还有什么呢？那这告诉我什么呢 ？X 这个位置怎么放？啊，不然就放。所以我们说答案，同学写答案的习惯，根号器跟负根号器可以并起来。你要不要并都没有关系。这个呢？因为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我们怎么去想？在明朝的盛衰啊，写上。把它还原，它代表的是 X 减二，乘以 X 减二。那很重要，因为你如果带了这个。再往上，我会上，刚刚才刚上过一次，对不对？还有后面的记号。它这个是有口诀的，你看。你会算的时候，你字反的要认真写，因为有时候你们会算了，字写的乱，然后该写的括号，该写的等于都没写。好好的把它写起。那灭亡是不是就死掉了？1644，两个相乘要等于几？就是1681。因为要一模一样，因为要一模一样。所以只可能这样而已，啊、不然就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老老实实的写 ，X 减二只可能是三，要不然就不三，所以你就会写一个叫做 X 减二等于三，还有一个你会这么写 ，X 减二等于负三。对啊。是要让鬼逛的吗？然后这个可以算出答案。减二一个去加二得到。这个减二一个去加二得到。然后记得养成好习惯啊。学的不扎实，很可惜，所以就永远都在80分上下，永远前进不了90分。啊，小猪又在上。啊，阿林有没有啊？那我们继续看。好，你们要注意嘛。对不对？你对不对？首先，二 x 加一，乘起来要等于六，你要注意哦，这两个一定要一样。所以不可能是三二得六，三二得六绝对错，因为他们两个一定要一样。那一定要一样的话，我要乘起来要变六，只有什么？根号对不对？不要忘记有根号数可以写。那不好意思，
不要忘记有根号数，根号六乘根号六，两个一模一样，它乘起来又是六。还有另外一个，你刚刚没有写完，你马上写，思量看好。因为两个相乘要等于六，所以有机会两个都是正，不然就是两个都是负。把它写完是这样的，二 x 加一有两种可能答案，有些根号六，还有一种可能答案是负根号六。然后接下来的运算方式就是加一过来减一，对，不太会要注意看，二 x， 所以这边你会写根号六减一，没办法算。因为一个是根号，一个是根号，没办法算，他们是不同类，也没办法算。如果你要把负一放到前面去，就会变成这两个要对调写，那对调写会变负一，然后根号六，那中间这里到底要用什么？等一下，正，你们那个正负用太多了哈。就乱掉了，金价乱掉了。听我讲，我现在在算什么？你要知道我现在在算哪里。你要知道我现在在算哪里。你们有时候常常那个正负都乱用哦，很会算，可是都算错。写错地方。我现在在算这里，例如你要先知道我在算哪里，可能你的算法跟我是不一样的，我是分开两个在写。加一移过来减一，所以现在是根号六减一。那根号六减一，如果你想把它对调写，那对调写就是这样。那对调写之后呢，这边到底要用什么？加法。你没有写，你没有写是什么意思呢？加。没有写是什么意思？乘法。你把它写的靠近一点，你省略的是乘法。如果你是这样子写。给人家看到的东西叫做负一乘根号六，可是这两个应该是要，因为是两个东西，两个在的地方，所以你应该是要写加法。如果你要把它对调写，但是不掉的东西，最后呢，这没办法算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子写。最后我要除以二，对不对？那因为这个没办法算，那没办法算的东西就只能没办法算，就只能这样写。然后这个没办法算的东西，没办法算出答案，那、它又要怎样除以二？所以这个没办法算的这整个东西就要整个。然后这个一样的道理，你会发现算法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写法的好处，算法一模一样。我知道有的人会用正负去写，真的。看过很多次都写错了，加一过来变减一，所以你会发现写法一模一样，只是因为我现在是拿谁在写？第二种可能，负根号六减，再往下一模一样，你会发现是一模一样的，会比较慢。你算久了之后，你自然看你要怎么算，你再自己算。所以负根号六减一，我还是不知道多少，整个在写的，所以答案有点。一个叫做二分之根号六减一，一个叫做二分之负根号六减一。你会写的清清楚楚，因为你的两种可能，一个叫根号六，一个叫做负根号六，运算过程一模一样。运算过程一模一样。为什么会根号六、负根号六？就像这样，你会清清楚楚，这样比较扎实。然后写第六题。你会发现你在跟我讲正负，你会发现你要小心哦。所以我现在开始不用正负跟你们讲，因为你们会误用。你如果会用的人，
好，没有关系，很好用。对啊，看你怎么想。什么时候可以用，什么时候不可以用，你要清清楚楚。这个答案是什么？一的三下的。答案是什么？洛杉矶。讲三分之一不完整。三分之一的什么？哎，对就好了。讲三分之一不完整。若有两。但三分之一是对的。对，两个三分之一。后悔了。因为是重的。这两个一模一样，要乘起来变零。哎，是不是就变跑到易式分解去了？对啊。啊，不是它等于，就是它。啊，不管是用它来算，用它来算，就算是哪个答案？啊，就是三分之一啊。对，但是这个可以算出三分之一，这个也可以算出三分之一，所以你的答案应该要写什么？两个三分之一。要写两个。只是这两个答案刚好一样的，对，重跟，因为我们的写出来的东西是这样，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乘起来变零，那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乘起来变零，不是这个等于，啊，不然就要这个等于，又回到刚刚那个易式分解的零，因为这边是零，但是不管算它还算它一模一样的时候，只要算你的就，只要算你的就。它等于摸它等于，啊，这两个一模一样，就算一个就好了，所以就算出来了。这个身上也是一样，可以算出三分之一，因为两个答案一样，所以就是。干太龙，他们可以变成
全体都来，我说刚才有你说话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。你是很高虎。刚才有没有说？有啥？同学，同学，我们刚刚发现，我们刚刚发现有三种情况。三种情况。这两个东西相同的时候，这两个东西相同的时候。如果他出来的答案，如果他出来的答案有三种，解出来会是正正的那个数，对不对？正正的那个数，还有可能是什么呢？重合，对呀。这个出来的答案，如果是正数，如果是正数，哎，对。请下。会得到几个答案？两个。你们刚刚有没有这种题目？第几题？有。哦，第六题的。第六题就第五了。第五了。第几题？第四。第四。第四题还有第五题。哎，你看一下第四题跟第五题算出来答案几个？两个。两个，这两个答案差不多。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差不多嘛，傻呀！来，会得到两个不同的答案。两个不同的答案，两个哦，而且还要不一样哦。如果你给的是正数，哎，还有一种情况，这是第一种。不一样。无解。第二种情况，两个乘起来，如果来还有什么情况？零，好，等于零，一样啊，这两个必须同根啊。我们现在讨论是这两个要怎样？一样，同音要相同啊。两个乘起来如果是零，哎，刚刚算出来这边是零的话，我们算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情况？一样是两个答案，只不过是两个答案会怎样？会一样。如果你这边得到零，我们会得到一样是两个答案，只是这两个答案会怎样？重复。两个。一样的答案。第三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这种？对不对？会写吗？第三种情况，如果你最后可以写到两个相乘等于，喂，这两个一定要怎样？相同啊，这很重要。如果你算出来的东西，这个是变什么呢？如果得到负数，就刚刚我们写的第几题？第七题。第七题，如果这边出现了一个负数，我就会发现怎样？此题无解，根本找不到答案，根本就没有答案可以写。三种情况，你好好的把它写一写。如果可以不看黑板最好。我一直在强调，这两个要一样，这两个要一样，这两个要一样，讨论那个才有意思。如果你可以自己写更好，就是不看黑板，然后把刚刚我黑板上讲的东西自己写，那写完之后再跟黑板对一下。就三种情况，所以我们这次段考哈，有时候你会遇到这三种可能情况，方程式有没有答案？有这三种情况，有时候会遇到没有答案，有时候遇到没有答案。好久。不用吗？好，明天会不？老师，我说要准时。手是说我们太晚了，太晚了。今天要睡。来，老师，一个过了，这个我们准时下课。太 OK。你变。哦，我乱讲。哦，我今天下课，我准时下课。全班都
我几乎都准时啊，王成毅对不对？老师真的有，然后老师他不会，对，他没有说，他不会，他摇头。给他卡，给他都没有。给我你有。好，下一把是。你必须要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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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说的就表达是生嘛，表达是来，请问一下第八题，来还没算之前，请告诉我他的答案。他的答案是两个不同答案，还是两个相同答案，还是根本没有答案？两个不同答案。啊，不懂不懂，要相同必须要怎样才会相同？中间数消掉，要等同理，对不对？中间数消掉那个是在讲姨妈差的事，我现在不在讲。姨妈差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二分之。姨妈差两个东西在相乘，一个是 a 加 b， 一个是 a 减 b， 它每个不一样。那我现在在讲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你都还没算之前，你就知道你算出来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。二分之，懂吗 ？OK。因为这是属于乘起来是正数，马上算。二分之，哎。马上算。对吗？好差呢。答案没有给我写。我操，那节省空间，我剩没几页而已。你说我剩没几页？我剩没几页。我剩两页。我剩没几页了，老师你看。你以为我剩多钱？我也剩没几页。老师你看，我的那本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。我还脱身了呢。金壳脱身。老师啊，我结婚有金壳脱壳啊嘞。老师啊，我要结婚金蟾蜍。赶快算。加上你经历了。等住，我的心都软了。在你家。
算了，你可以泼泼泼到我们。对啊，好难。好，一直给我泼啊。但是我觉得你们很多人这个地方很会乱写，就是会。
好，那叫负三九加到负三加九等号七嘛。负三拿到前面，加根号七。那就负三加九等号。你负三拿到前面，五个这个拿到前面就会是负三加根号七。那另外一个答案，负三减根号七。OK。这两个合并起来的结果就叫做负三。负三加减根号七。可以加，可以减。有一种答案是加根号七的答案，有一个答案是减根号七的答案，两个答案。这样写或这样写都可以，或这样写。好，再来。我说会不会一只实体？一只实体。对啊，只差一题而已，可以快一点吗？不的。你搞是吹线，你等一下上去问一下，我给你200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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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啊，平班第一要去抄。漂亮。不冷。X 平方加六 X 等于二。来，先听我讲。可以等一下吗？好呢。不急不急不急。先不写，笔先放桌上。笔先放桌上。等这样。知道这一题该怎么算的，请举手。抓有了那个黄成玉，真的知道还是讲不出？是半知道一半。知道了，对了，我知道。放下。来，月玲，告诉我你怎么先不要算，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算？二移过去。二移过去是打算用因式分解算吗？来来。可以分解吗？我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手放下。预忍的方法是，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很会算的东西，把二移过去减了。哎，他真的算得很好，其实你蛮会的，我先改过了。你把它移过去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可是你稍微想一下，没办法分解。对，这一个。他这是一个正确想法，但是很可惜，他没办法分解成功，他没办法分解成功，所以我不得不能用，没办法用因式分解算，因为他分解不了。真的，你看得到他分解不了，因为他只能分解一跟二，中间永远不可能出现六，因为旁边只有一跟二而已，没办法加加加到后来中间一定会变六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一题没办法这样算，没办法这样算，我就用刚刚的这个方法算。刚刚的这个方法在告诉我们什么？用错的方法。来，你已经会用刚刚这个方法算这一题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双手放下。你为什么没举手？我已经教你了嘞。老师，成语不要看别人。来看黑板。老师永远啊，老师。所以注意看哦。我现在的目标，注意看，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相乘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数字。只要我能够变成这样，刚刚的前面的一到九题你们都会算。只要我变成前面的一到九题的样子，我就有办法算。那关键是这两个一定要相同。先把这个写上去。写在这一题的下方。他写旁边有很差。女巫的笑声。所以，我现在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其实已经一直在训练你们。操作。我的目标是，我希望这边这边一模一样，因为我希望可以相同。所以这里一定是。
三，这边没东西嘛，三，但是我有这个，你们有给我这个，你们有给我这个，这两个从哪里来？三，这里的，来，三 x 跟。这边是，因为我一定要它一模一样，不然你也可以写一五哦，一五也对哦，对，因为一加五也是六，二加四也是六，可是我们要挑三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等一下要写成，开始加三乘，开始加三要一模一样，然后，可是，来，我们把它填满，这里面要填多少？九，所以这边缺什么？九。所以我现在我的题目呢，加九，我就会这么做 ，x 平方加六 x 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，加九，不够要加什么呢？九，加九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啊，你有借就要有还，有借就要有还，再借过。那题目这边有等于二还是造型，可以吗？因为你有借有还，所以本来这边是等于二还是等于一？张目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有，前面要紧张。因为这个是这个题目有没有？扣掉哦。这个题目有没有？题目是没有加九，你给人家借了九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借就要马上还。有还。有借有还，再借。不难。再借不难啊，不难，没有人借钱都没有人给他还钱的。有啊，真的啊，我很脏，你搞的人呢？我不管，你给我放几包吧。来，你好小啊，来举手。这里看见我各种好。来，前面的那三个就是这三个，来来。不要看我。哎，这三个可以写成什么？为什么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开始了。开始加三。一模一样，对，所以我这个可以写成 x 加三等于二 ，x 加三等于二，耶，好，然后后面的减九中了，哎，真是八九加九，八九一共取下去的东西。洪家龙留下，其他人这题算完给我检查就。猜出的题目。莫慌莫急。